处啊，快步的时候缰绳就变短了，变长了，要慢慢的收回来。重心往前一点点，坐下来不是倒下来，是轻轻的回来坐着，所以感觉会倒下来，就是重心太后面了。不要弯，手指要有弹性，就是这个手腕不要这样一直弯着，放手腕。知道。是这样子啊？这样子叫直的吗？你看，从上面看到手臂是这样子，外面这边是直的。这边不要这样子啊，然后这手这边要有弹性啊，不是捏紧紧的，对吧？Yeah.
跟着马一起晃动，不要一直抽它，抽到它都要跑起来了。顶太用力了。放着，跟着马的韵律动就好了。